美艳、美玲，两位新娘和两位新郎官，今天是你们的大日子，好日子，恭喜你们！为了武汉抗疫，把婚期推迟，你们决定先披战袍，再穿婚纱，真的非常勇敢。这样又勇敢又美丽的姑娘，我特别希望做你们的娘家人，为你们骄傲，为你们祝福。今年三月，辽宁援鄂一户姐妹齐美艳、齐美玲因为抗疫而推迟了婚礼。马云特意在他们微博下方留言叮嘱要注意防护、平安回来，等结婚通知他这个娘家人。落款马舅舅，今天两姐妹结婚了，马云兑现承诺，录制视频送给两对新人祝福，同时还随了份子。马舅舅这份专属的婚礼祝福和份子，你羡慕了吗？网友们表示，马舅舅信守承诺，说到做到，这波实力宠粉我看了一点儿也不嫉妒，心里暖暖的。这波疫情真是让我们看到了医生们确实是最可爱的人。余文速递整理报道。在这个特别的女神节，收到这样一份特殊的礼物，谢谢马云老师。